听到了。哎，翻场的时候我们再打荧光棒好不好？这个把荧光棒都先灭掉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灭上二，省点电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廖局。想我们哥俩了吗？三年多呀。什么？哭了？哭了？哥，这是受什么委屈了？这是？太想我们了。谢谢谢谢大家，今天也非常的高兴，对，相声演员张云雷回来了。我知道你启发我，我知道。
你就不要说话，好吧？什么呀？河北帮的演员当着怎么那么见不得人呢？怎么办？
见不得人啊。不是，你们还背地？背地，我是一个很棒的演员，都别往外传。等一会儿都发出去了。不，背地里是个相声演员。啊，不是，这都得发出去。谁乐你？哦，这儿没保安呢。
辛苦辛苦辛苦您啊！你那儿也有一个啊？对对对，好，他们坐这儿。我辛苦辛苦辛苦啊！我就想我这不行，你学着人家，哦，我给你看看人家演唱会的系列什么啊？系列的名字，你看小刚的那个念念不忘，小刚小刚起的这名字啊？哪能是小刚起？确实是想起的，是吧？小刚起。小刚老唱歌的那个，唱歌唱戏，小刚唱戏，那是小刚，小刚唱戏，那我那是大刚。哦，小刚老师啊，人家那个演唱会，你说那个小刚，那个小刚，念念不忘，周传雄老师，传雄老师，哦，知道，阿妹的叫魅力四射，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咱们也得起一个自己属于自己巡演的名字呀，张武忌得有啊，对呀，那叫武忌限流。是，我说走线下去，限不限您限流了，限流了，所以走线下。哎，到时候我们这个全国巡演的时候，哦，给我们宣传宣传。行吗？可以吗？我给您发个微博呀，朋友圈什么的，回头您把您那个海报给我传过来。太对了，海报也设计出来了。有吗？有啊。哦，海报也设计出来了。您自个儿画的？画的，找专业的团队给我设计的海报啊。您出的设计？我不能是老画那种海报。我们是用动态的海报，动态的海报，我想试试，像视频似的那种海报，哦，动态图，一个大图，哦，啊，什么样的话，什么样啊？然后前面上面肯定要先写我的这个巡演的名字，哦，对对，八啊，武忌限流河北梆子全国巡演，这名儿不谁定的？然后呢，旁边就要写上我的大名了，哦，张武忌，张。写，滋喝阿呢哥就会拼音呀，你姓儿也就会拼音，五，然后你来吧，哥，还是哥，哥，然后旁边就是我的这个动态的那个图了，哦，我唱河北梆子，他的形象啊，哎，有形象，身上。您是不是平时接活就是接那个超市开业多一点？谁接他超市开业？改这气球人了，这个。哥，那得创新呐，还得有团队吧，这不能一个人。三四，那团队也是大家一起。超市开业啊，真接超市开业，接超市开业，改这活儿。行，我倒是我也给你来这个，不行，我也来这个，到时候大家也去啊。哦，行行行，哎，我们觉得啊，这近水楼台啊，先得月。哎，您都已经到这儿了，给我们唱两句您这河北梆子怎么样？您看，那咱要不然全场一块儿练，好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唱不了，唱不了，唱不了。怎么没气儿了？这怎么？那你还谁没气儿啊？那没气儿了？不是，唱不了。这今天说相声，唱河北梆子不挨着这东西。哎呦，您像武忌老师啊，他是懂观众，为什么不唱？因为您没是吧？您没有这个。还不唱还拿糖呢？来，一二三，张武忌。你这边也搭理他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是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武忌，啊，不是我不来，不是，来一个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张武忌，来一个，不是，听我说啊，像个人似的啊，像个人似的，谁不像我？这个人坐站好了啊，为什么我不能唱这个？我好好站会儿啊，好好站会儿啊。您这是
没来，貔貅剧社的那些个班底没来。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我平时在团里唱河北梆子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搭档，我唱 A 角，他唱 B 角。然后我跟这个河北梆子的搭档啊，我也搭了十年了。也搭戏。可惜今天他没来。哎，他怎么没来呢？因为我那个搭档啊，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美食综艺，撑死了。您到了太原，您别老太原口音啊！这是太原口音吗？撒、你杀我是不是？
我在前面跑，你后面追我。你是热闹了，你过瘾了，你考虑过我吗？没事，我跑个马拉松。不是，那也上不了啊。大家都知道，秦香莲有两个孩子，对，东哥和春妹，两个孩子上哪找去？李克东、李九春也没来。你是李九春吗？你李鹤东、李九春没来，唱不了，秦香莲还唱不了，唱不了。您说这玩意儿，要不咱来黄鹤楼？黄鹤楼几号？没人来黄鹤楼了。咱们来回风和温，不管，我玩累了。我来回风和温，行，风和温，咱俩分分角色。对，这边行，就是这样。两个角色，行，分角色。你来一个，柳灵环。啊，别，分角色，你来这儿哥哥，我来送老三。不还是看清北河吗？那这么着，你来大连，我来送老三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到一半？我们刚才那个分角，我来边哥。不是，您是边哥，您让我演边哥，我演得了吗？我。后来分的，您来送老三，然后我来大连。你还是我爸爸呗？我就是。你别跟你客气了啊！别跟你说，这里没有送老三。不是啊，不行，这里得有李九春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就分和班里边没有送老三，唱不了。对，送老三不在这里头唱不了。唱不了，不在分和班里唱。唱不了。我头一回听说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就来分和班，两个角色，一个柳银环，一个薛仁贵。我就来这薛仁贵。我呢？你来詹姆斯。哎呀，行。詹姆斯。詹姆斯。废话，就俩角色。我来谁？我来这柳银环。这两个人什么关系？这俩人夫妻。哦，什么？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你的儿子。哎，我怎么超便宜？我超过你便宜吗？这好听，没要超一回的。我站着，别着急啊，后面还有，好吧？哎。这俩人什么关系？你是我的，啊？你是我的，什么东西？你是我的什么？我是您丈夫，我是你的。啊，妻，您让我妻子的。Ah!
行了，我玩那个。修容就是那意思是吧？哦，你瞧，行，哎，我们归后台，你看。
怎么样？啊？现在就唱啊？对呀、啊，行吧，你还要再玩会儿？他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来来来。对我来是吧？这那这个头一步完，您先叫，好吧？您先叫啊，啊，您先叫啊。哎，咱这块先得统计。人是不是没有医德啊？我捯饬那么漂亮，你都打个广告，不让您各位瞻仰我的美。这瞻仰这词儿有点渗透，有点渗透啊！都打我了，我没打呢，您都忘了。忘了什么？头一句啊，这头一句是问点导板啊，还有没有舞台啊？来、啊。
拿这扇子好比就是你们帘子，好比门帘子，对，扣缝儿里的。哎，你管着吧，阴谋就演了这。我侦查完了，没有危险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这干嘛呢？跟这做戏吗？做戏美完就回去。那我应该呢？这我套狗呢，这怎么着？什么套狗？干嘛呢？跟这不做戏吗？做戏完就美完就回去了。那我应该呢？您唱，还我唱，唱，烦死我了。来吧，快烦死我呢。咱对对词儿吧，啊，对对词儿吧。对词儿？唱一半儿对词儿啊。这没有唱一半对的，都老词儿，有什么可我是专业的，你是业余的，一会儿我词儿跟你不一样怎么办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是领记，那我是这大意，是吧？大意，万一观众看笑话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对个词吧，这没法看，没法看。哎，这个头一句啊，我的儿孙河湾前去打雁，跟词儿一样吗？我的儿孙河湾啊，大便不是大便。小便，好吧，哎。
我的儿夫，我的儿小便，像我的我的儿。我的儿夫国班，前去干嘛去？前去打打雁，打雁，跟我那一样。你那二句呢？乐死我啊！我比你更乐。我还真是。你们二句什么？要不您别显脸小了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幸亏对的不是各位，那错了吧？错了，你这是四一句。江山人做人能快，这三一句啊。四一句。三一句。四一句。三一句。三句吗？三句。四句什么？您一句都不会是吧？不差这一句吧？你这都告诉我了，还差这一句吗？大方点，来告诉我，等我的儿小，不是，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同把饭餐，餐哎。餐就是餐，一样吃饭的，对，好吧，是吧？汗流眼睛里，哦，是眼线要掉，是吧？
不是您这干嘛呢？您看着我，我一直看着你呢，有点默契啊。这我一张嘴，你就别拉了。我拉的是你这张嘴啊。不是，关键我一张嘴你就想拉，我发现。不是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，不是，就是，就是您拉您的，我张我的嘴，一样的。什么词儿来着？啊，您这，就是您拉一遍就得了，您拉完了我就张嘴，还是不对。这娘们像掉队了，没听说，大王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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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是您都不认识啊？那您空降过来的是怎么回事？大明白，有名的便是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便消啊！你居委会的？那要有名都不明，我就一问吧。提起四人是大大的有名啊！不知道去叶问的是哪一家？那薛会的是刘世英呐！嚯！好，下面请。